你沉重了吧，啊！剩下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。 可能是一个就是太要强的人，太坚强了，所以，我有的时候很特别的自我，我把自己看得特别重，我确实我没有考虑过什么你的感受，你开不开心，你难不难过，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去想的，我也会。 考虑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也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然后我也会慢慢的把我这个脾气、这些不好的毛病磨掉，所以就交给时间吧，我觉得。哥们儿，听明白意思了吗？明白，明白谁？真明白了？真明白。回去吧，两位，请回吧。 来，请回去。哎，还不主动，其实这小子也挺坏的，发现了吗？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啊！谢谢。